兄弟姐妹，开饭了啊！今天吃个卤猪头。先把这个猪耳朵给我姐，给我妈。哇，很烂乎啊！姐啊，咱们把猪头改下刀。很烂，然后交给，咱们开搂，大家好，给我弟弟点点红心，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啦。香啊！还真烫。这个肉爽不爽？
来个猪眼睛。感谢观看。